昨晚，张雨绮、郑元畅、郭品超三人亮相某品牌开幕新品秀，就各自回忆起了自己收到的最难忘的礼物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制作上面，一些很特可能是我的一些有关我的新闻报道。就是那一年，就是应该就是我妈妈送我礼物那一年，然后她带我出去吃饭，然后应该是我想应该是19岁还是20岁。看到是我最难忘，对方自己做的卡片，对，他不用送什么礼物，我觉得我不要收什么太贵重的礼物，自己做比较重要。